WhatsApp 新出咗几个新功能，其中最好用嘅置顶功能，唔知大家试过未咧？只需要将对话框向右拉，就会出现置顶选项。置顶咗之后，就唔使怕找唔到男女朋友或者老细嘅信息啦。以往转发相集嘅时候，就要逐张相转发嘅。依家长揿相集就可以成 group 相转发。仲有样嘢要讲嘅系，依家经 WhatsApp 传送档案，唔再局限于相同埋片啦。传送100 MB 容量嘅 EXE 档都冇问题。对方下载之后都需要手动安装，可以减低被恶意程式攻击嘅机会。Android 用家更加可以直接选择粗体、斜体等等嘅文字格式。